感谢感谢，让我们开启抢板凳，让四位主播依次报一下三个板凳号，来我们悠悠。3594，然后5211。好。然后9211。9211。好的，这三个板凳号，我们的样哥。1665。1665。2016。9018。9018。都非常的有含义。我们的木叔。543。2924。6600。好，6600，来。跟我学543-2924-6854，这叫跟谁学呀、啊？我这分不清。好的，感谢34位主播，来下去稍作休息。来，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好，这边。来，杨哥看着点，我徒弟，别等下来的时候什么东西掉地上了。哎呦，是。好的，那么希望咱们中奖的朋友可以好好珍惜主播送给你的奖品，可能并不是特别贵重，但绝对是他们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说每一首歌曲都会对应着一个关键词，没错，那这次的关键词就是担当。哦，担当。对，那肩负着冠名主播升级的瑜伽工会，除了有梦想以外，一定要有担当，培养主播壮大工会，是所有工会所有幕后的管理一致的目标。哎，没错。那么依靠管理团队的经验特长，瑜伽迅速地建立了规模化短周期轻资产的运营模式，签约并且培养了大批的艺人，还获得了全球最知名的风投公司 IDG 注资千万，成为国内首家获得资本市场认可的在线娱乐秀场工会，行业公认的领头羊。而 IDG 的投资呢，仅仅是我们工会阳光化的第一步。没错，工会还积极探索从线下走到线下的模式，努力为主播创造更多的发展道路。工会呢，就像呢夜空中那最亮的星，指引我们前行着。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两位主播中有一名特别有担当的选手啊。哦、那么他的职业是一名护士。对，哎，我们瑜伽好像盛产护士。哎，你不喜欢护士吗？啊，我比较喜欢空姐。好的，那么在昨天啊，他还依然在一线的手术台上，几乎可以说是一下手术台就投入到我们紧张密鼓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彩排之中。对，他就是我们的艾米。好的，那有请我们的样哥和艾米带来夜空中最亮的星。有一群人一直与我们同行，他也许只是聚光灯外默默递话筒的人，或者也许与我们素未谋面，但在视频的另一端与瑜伽风雨同行。每当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迷失在黑夜里，那一颗颗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总指引我们前行。这一次，请把掌声送给自己。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夜空中最亮的星，
生气，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哦，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我请指引我前行。OK， 全场的好朋友们，挥舞起你们手上的荧光棒！六六六，滚起来！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哦，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柔情照亮我前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艾明和样哥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歌曲。好的，感谢。那么马上应该又要迎来我们新的一轮的发奖。哇，我们两个真的是爱心小天使啊。是这样的，不要再下一句了。我想大家一定很喜欢我们两个在这边。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一在他们就会发奖啊。哎，怎么这个投票的选项哇已经出来了，所以这次是你和文儿对吗？是。来，赶快有请我们的文儿，有请。哎呀，我在方，哎呀，我就看这个投票啊，我这个心啊，哎，就好像是一把利剑插进了我的肺叶子里一样。我想知道啊，你们两个，我们这次比一下，看看两位的谁的礼物更贵重。哦，贵重。我觉得礼物的话，应该不能用贵重来形容，对不对？就是就是，咱们是心意，对吧？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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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们是比的一份心意和对钱的关爱，钱也是心意，大家说对不对？对的打个对。哎呀呀！好哇，你们家人霸屏了有吗？我们有高科技。好，那所以是什么样的礼物？来，先文。哎，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我的精美的相册，然后上面还有我的亲笔签名，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哇，就是我是不会唱歌，我不然我也能出啊。哎呦，哎呦，但是我们拿的是不一样的。你是什么？他们都叫我是驴家军嘛，所以我拿的都是关驴有关的。好，第一个驴，第二个驴，第二个驴，还有我们的第三个驴。这是什么？我看一下，也是驴。哦，也是驴，啊，吓死我了！你那么拿一下一晃，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哦，都是可以用的，这就是名副其实。你有本事让他拿猪啊，他又拿不出来。